来澎湖还有一个必去的地方就是免税店，但是免税商品不一定会比较便宜，实际去比较过，其实是烟酒类的东西比较便宜。澎湖的免税商店比较建议去三号港，再来是百事多利，楼下是全联卖场，中楼层还有一个博物馆，里面有展示兵马俑和画展。而四楼的部分就是百事多利，也是一个免税店，里面的东西都大同小异，但种类比三号港还要少。另外澎湖机场也是有免税店，我在这里还遇到台风，免税商品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拿，最后是到登机门来免税商品提货，才顺利完成这趟旅行。